假如你在迷你世界中只有一个迷你币，伙伴们，一个迷你币可以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兄弟们，有没有人知道一个迷你币可以干什么？如果你知道，打在评论区。只有一个迷你币，伙伴们，你敢不敢在评论区打出你有多少迷你币？不许说谎话哈，只能打真的。众所周知，在游戏中一个迷你币什么也买不到，皮肤都买不到，对吧？你们看，所有的皮肤都买不到，最便宜的皮肤还要198个迷你币呢，太惨了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一个迷你币可以干什么吗？如果你知道，打在评论区。如果我们跳入虚空，狗带狗带狗带了，伙伴们，我们没有星星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迷你币选择复活，对吧？伙伴们，你们还知道一个迷你币可以在游戏中干什么吗？如果你知道，打在评论区。一个迷你币还可以干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呢？好像只能复活的时候用吧。伙伴们，你们还知道哪里可以用吗？